送这样的花就当没事了。Grandma， 这些纸花我很用心折的，希望能用诚意来感动你们。哪有人开口要人家感动的？我知道我不够聪明。Grandma， 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懂怎么保养自己的脚，是一个舞者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以我现在的武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你的入室弟子。所以呢，我希望继续跟你学芭蕾。这些话是你妈咪教你的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想说的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 grandma 要赶你走，是你妈咪发脾气要你转校的。妈咪替我不值，当时太冲动乱说话嘛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在我的学校里又辛苦又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换学校偏偏要跟着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 grandma。 你13岁的时候已经拿到国际级奖状了，而且你的舞蹈学校教出来的全部都是很好的人才。 grandma， 你真的很了不起啊。爱卖乖。 grandma， 你真的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同。唉，你为什么叹气啊 grandma？ 你跟 Echo 真的很不同，他很像妈妈，你就像爸爸。明明我比较疼 Echo， 但是黏着我的呢却是你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送这样的花就当没事了。Grandma， 这些纸花我很用心折的，希望能用诚意来感动你们。哪有人开口要人家感动的？我知道我不够聪明。 Grandma， 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懂怎么保养自己的脚，是一个舞者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以我现在的武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你的入室弟子。所以呢，我希望继续跟你学芭蕾。这些话是你妈咪教你的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想说的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 grandma 要赶你走，是你妈咪发脾气要你转校的。妈咪替我不值，当时太冲动乱说话嘛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在我的学校里又辛苦又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换学校偏偏要跟着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 grandma。 你13岁的时候已经拿到国际级奖状了，而且你的舞蹈学校教出来的全部都是很好的人才。 grandma， 你真的很了不起啊。爱卖乖。 grandma， 你真的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同。唉，你为什么叹气啊 grandma？ 你跟 Echo 真的很不同，他很像妈妈，你就像爸爸。明明我比较疼 Echo， 但是黏着我的呢却是你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送这样的花就当没事了。 grandma， 这些纸花我很用心折的，希望能用诚意来感动你们。哪有人开口要人家感动的？我知道我不够聪明。 grandma， 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懂怎么保养自己的脚，是一个舞者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以我现在的武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你的入室弟子。所以呢，我希望继续跟你学芭蕾。这些话是你妈咪教你的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想说的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 grandma 要赶你走，是你妈咪发脾气要你转校的。妈咪替我不值，当时太冲动乱说话嘛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在我的学校里又辛苦又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换学校偏偏要跟着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 grandma。 你13岁的时候已经拿到国际级奖状了，而且你的舞蹈学校教出来的全部都是很好的人才。 grandma， 你真的很了不起啊。爱卖乖。 grandma， 你真的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同。唉，你为什么叹气啊 grandma？ 你跟 Echo 真的很不同，他很像妈妈，你就像爸爸。明明我比较疼 Echo， 但是黏着我的呢却是你。
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送这样的花就当没事了。Grandma， 这些纸花我很用心折的，希望能用诚意来感动你们。哪有人开口要人家感动的？我知道我不够聪明。Grandma， 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懂怎么保养自己的脚，是一个舞者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以我现在的武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你的入室弟子。所以呢，我希望继续跟你学芭蕾。这些话是你妈咪教你的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想说的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 grandma 要赶你走，是你妈咪发脾气要你转校的。妈咪替我不值，当时太冲动乱说话嘛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在我的学校里又辛苦又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换学校，偏偏要跟着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 grandma。 你13岁的时候已经拿到国际级奖状了，而且你的舞蹈学校教出来的全部都是很好的人才。 grandma， 你真的很了不起啊。爱卖乖。 grandma， 你真的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同。唉，你为什么叹气啊 grandma？ 你跟 Echo 真的很不同，他很像妈妈，你就像爸爸。明明我比较疼 Echo， 但是黏着我的呢却是你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送这样的花就当没事了。 Grandma， 这些纸花我很用心折的，希望能用诚意来感动你们。哪有人开口要人家感动的？我知道我不够聪明。 Grandma， 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懂怎么保养自己的脚，是一个舞者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以我现在的武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你的入室弟子。所以呢，我希望继续跟你学芭蕾。这些话是你妈咪教你的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想说的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 grandma 要赶你走，是你妈咪发脾气要你转校的。妈咪替我不值，当时太冲动乱说话嘛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在我的学校里又辛苦又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换学校，偏偏要跟着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 grandma。 你13岁的时候已经拿到国际级奖状了，而且你的舞蹈学校教出来的全部都是很好的人才。 grandma， 你真的很了不起啊。爱卖乖。grandma， 你真的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同。唉，你为什么叹气啊 grandma？ 你跟 Echo 真的很不同，他很像妈妈，你就像爸爸。明明我比较疼 Echo， 但是黏着我的呢却是你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送这样的花就当没事了。 Grandma， 这些纸花我很用心折的，希望能用诚意来感动你们。哪有人开口要人家感动的？我知道我不够聪明。 grandma， 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懂怎么保养自己的脚，是一个舞者不应该犯的错误。以我现在的武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你的入室弟子。所以呢，我希望继续跟你学芭蕾。这些话是你妈咪教你的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想说的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 grandma 要赶你走，是你妈咪发脾气要你转校的。妈咪替我不值，当时太冲动乱说话嘛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在我的学校里又辛苦又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换学校，偏偏要跟着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 grandma。 你13岁的时候已经拿到国际级奖状了，而且你的舞蹈学校教出来的全部都是很好的人才。 grandma， 你真的很了不起啊。爱卖乖。Grandma， 你真的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同。唉，你为什么叹气啊 grandma？ 你跟 Echo 真的很不同，他很像妈妈，
你就像爸爸。明明我比较疼 Echo， 但是黏着我的呢却是你。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